很多朋友说好久没听大家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发货的公司来了。昨天卖的货跟今天上午直播发的卖的货啊，估计都要打包发出去啊。你看一下打包的流程。你在干啥？你看到美女紧张是吧？这就是今天摘的货啊，等一下晚上的时候要到机器里面清洗一下，毕竟这个树上摘下来啊，有那个杂质啊，这个都是清水啊，清水洗干之后啊，然后又传到那里风干，今天又挑一下，小火大火中火啊，挑选出来。这个发货的时候不是说人家凭感觉去筛选，这机器里面十公分的、九五的、九零的、八五的、八零的、八零加、七五、七零、六五、七零啊，像以前的那个就是人工筛选，哎，这个大，那个大，这个你们收到的货，如果你们买的中国，如果上面有规格，几乎都是那样的啊。是吧？你们也可以不相信，可以买个卡尺去卡一下，啊。下午一般都是啊，装车发货。这个是我们的啊，五斤的，啊，还没贴单。这里87件，今天都被通通拖上车啊。今天我们来这边来的比较晚啊。还有一些在打包，看一下怎么选果的哈。卤蛋去了，卤蛋去。这个果已经是选好的。哎，火子，你还要选一次。哎，火子，你先录了吧。对，把它取一下，你把果子嘎嘎都归进去。果子嘎归的归你，去皮的归你。啊？看重量。不是八个，不是个，不是八个。还有将近的高，你要高了十几个。嗯，小的他两个的，是是是，我先给搞了一本给拍，我在这儿来搞。把这个网头给打在这里，弄在等的。有点八个。人多点五吧，五几吧。有点五到的，有点七啊。哦，我是说这里。你要这个。这个我打花打麻了啊，动作我在调制，这个相当熟练的啊，那不是木耳包啊，这就差果全都扔出去了。嗯，木耳它吃针，这最后一道程序啊，还是要经过人工挑选的。当然，这个出果的话，这样这个不好看的啊，这个人也要美观，就是橘子也要美观啊，你看。这边还好，就因为有一个疤，啊，是吧？但是口感是还可以，但是这个货一定不会发给你。你搞了又搞了一个视频，搁这真是。播的烂不？播的烂不你？烂不烂？没拿给你开过气的，每个盒子里面都送开过气。找一个过来。嗯，这个挑出来也是大果，就是这个外观的话不好看。其实我们尝的话都是尝这个刺果。要这个贴标要紧到贴哦。是，每个箱子里送一个这个，跟戒指一样。那个标要那么贴哦。看我贴的是不是？贴的贵的。这个麒麟就属于中果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大小一致，你看一下，来，是不是？我再拿个大果给大家看，拿两个大果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大果，都一致的。来，转两圈，挑好的果送你们，跟中果比一下。看一下啊，还有区别的啊，肯定有啊。这就是给大家啊精心挑选出来发货的果啊，必须要好的品质啊，
是吧？所以说大家说都给包货的要好一点，这次决定好啊，也喜欢的啊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哈、啊、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，我们来的第一天就回家了啊，感谢最喜欢的啊，购物车看一看，买去送亲戚、送领导、送老爸、送老妈，是吧？小孩子啊，都 OK 啊。现在小孩子是吧？那有小孩子的，每天都离不开水果，是不是？啊，好了，今天到这啊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